玉里高中电商科11月23号办理112学年度商管群高职优化补助方案计划，邀请到花莲知名导演开设数位时代短视频与直播平台的研习课程。科主任表示，透过课程让学生进阶学习短影音市场以及网红行销策略等。短影音市场的蓬勃发展也推动网红内容持续进化，品牌主在规划网红行销策略的时候，可以结合短影音来创造更大的行销效益。玉里高中电商科为了让学生进职场之前先学习更多短影音、直播平台等等的市场，邀请了知名导演开设数位时代短视频与直播平台的研习课程，希望就是用这个免费的软体，然后让大家能够就是体验一下直播是怎么样，大家分享做这个用免费的软体，用那个 OBS 来教大家怎么直播。电商科一到三年级的学生坐在电脑前，很认真的看着讲师示范如何操作免费的直播平台，也让学生直接自己操作。短短不到三个小时的课程，学生收获满满。老师希望你们呢，在这三个小时呢，可以学到导演一生的功力的1%就好了，或者是1000分之1、1000000分之1就好哈。至少你这几节课，你至少要告诉我你学到什么一点就好。楼主任说，学生都很有创意，希望透过安排这些课程，激发学生的敏锐度，设定好影片调性跟风格，也能透过短影音提升品牌形象，并且创造热度。也可以思考行销目标，根据不同社群平台的特性，达到触及率、互动率等等，让学生在未来的职场上更能发挥所长。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。